明星谢霆锋他的人气恐怕呢快要被他的儿子也就是 Lucas 呢给抢走了。 Lucas 之前跟妈妈张柏芝公开亮相，抢尽了风头，不光是看他好可爱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不但呢是跟谢霆锋一样的爱弹吉他，甚至呢这个儿子还会跳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。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小 Lucas 宛如 MJ 上身。再让你们不止神枪手，还有经典的月球漫步，实在太强了！就连周星驰都跟着摇摆起来，妈妈张柏芝更是笑弯了腰。Good boy, Lucas. Are you Michael Jackson? Yeah. Are you Lady Gaga? Okay.Lucas 爱跳舞，但唱歌嘛。先是把录音用的麦克风当棒棒糖，接着连耳机都被他拆了，星爷完全没辙。这种时候只能靠妈妈出马。母子合唱好温馨，其实 Lucas 更像爸爸。谢霆锋出道就以爱玩吉他闻名，全遗传到儿子身上。I want to play the guitar. 还是 Mommy, this is my first time playing guitar. Oh, in the hotel room. Don't get my guitar. 他就是非常爱表演，天才，我们都看见了他的前进。他一定是只听他妈妈话，还有爸爸。当初就是周星驰慧眼挖掘张柏芝，现在更看好 Lucas， 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吸金能力比爸妈还强，堪称最被期待的小童星。中天秀李洛梅综合报道。